是你太不了解叶恒轩了，还是在爱情的智商上太低啊？连我都看得出来，叶恒轩是对你付出了真感情的。这样吧，我只要你陪我一个晚上，一个晚上就够了。可是我一秒都不想。没关系，距离股东大会还有几天的时间，你可以慢慢的考虑，到底要不要舍身取义，救你的男人。航轩呐，不是我不信任你，相比之下，我更认为把家荣交给陆南山、蔡金荣更让人放心。他们至少是有经验的商人，知道市场和股东们要什么，喜欢盈利，而不是幼稚的、不切合实际的梦想。张董，你一直跟我爸妈并肩作战，清楚家荣在他们心中的分量。我知道我在你眼里不是一个合格的管理者，可是我不想失去我父母的公司啊。张董，请你给我一次机会好吗？哎呀，在感情上我是支持你的，可是你母亲病卧在床，你父亲已经退出公司了。感情是感情，生意是生意，而且你扛不下这个家荣啊。在生意上没有感情牌可以打。怎么不同意啊？如果那些股东对我还有这么一点点的信心，都怪我。没事，走吧。去哪儿？去下一家啊。一天有24个小时，你看现在还剩18个小时啊。不着急，我们一家一家去找，我们对每一个股东都不要放过啊。啊，我总算明白小明是看上你哪一点。哎，等一下，你不会是爱上我了吧？啊，秘密，秘密，不告诉你。走开，秘密。哎，你跟我说这么多，告诉你，妈不会同意的。妈，但是你拒绝了航轩，你自己心里也很难受，对不对？知道他为了他妈来求人，我看到了他一片孝心，我也很感动。可是我们帮的偏偏是孟安娜，我咽不下那口气。妈，那些股份是叶叔叔的，原本就应该属于航轩，但航轩二话不说就把那些股份给我，他也是为了要替他的父母来弥补我们。你看他那么有孝心又那么善良，你就忍心看他失去自己家的公司，看他那么痛苦吗？妈，就当我们从来没有过那些股份，把那些不愉快的事情都忘记好吗？你就不恨那个孟安娜吗？我自己也想过很多，如果把那些不开心的事一直放在心里，不就是等于跟自己过不去吗？最重要的是啊，我还有你，还有雨桐，还有这么多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我已经觉得很幸福了。所以妈，把那些不愉快的事情都忘记好不好？真是我的傻姑娘。妈，你答应了。妈，谢谢妈。喂，雨桐，你和航轩那边怎么样了？我们这边勉强疏通了2家，但股份不到3%，所以我们打算继续努力。我告诉你个好消息，我妈这边已经同意了，所以你们就不用一家一家跑了。真的？那太好了。好了，拜拜。哎，航轩，小梅说韩阿姨她答应了，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回去了。
不，我还想按原计划拜访那些股东。你是不是觉得今天你这么跑一趟受益匪浅啊？以前我是公司董事长的儿子，大家当面见到我都是赞，背后呢是奚落。今天这些股东对我说的话虽然尖锐刺耳，可是他们对我说的都是真话。这样子。 我就可以知道自己的不足，我也可以知道他们对公司真正的想法。我觉得你变了，嗯，以前的你是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大少爷，现在变成一个实干型的企业接班人，不错，你也变了，嗯，你变得会笑了，因为我现在很幸福。 非常幸福，你是我的好兄弟，我当然希望你也能得到这样的幸福。嗯，知道了，晒幸福。<笑>你说什么？叶航轩现在挨家挨户的求那些股东站在他那边，他真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据说成效不大，大多数股东都拒绝了。可是这件事情后来就变得非常奇怪。 叶航轩不进不急于向他们站队，反而向他们讨教经营公司的经验。你说他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他该不会是想打感情牌吧？不会，那些老头子都是身经百战的，个个都是软硬不吃，凭他一两次谈话，起不了什么作用。不过。 李股东大会没有几天了，叶航轩怎么好像吃了定心丸一样？难道叶绿明那最后15%的股份都落到他手里了？这可不行，绝对不行。这样的话，我们就输定了。可是这叶航轩毕竟是叶绿明的亲生儿子，就算他把股份都给了他，也没什么奇怪的。琳达。 我们现在还有多少现金？我妈的钱都被你掏空了，都拿去买嘉荣的股票了，你不是不清楚吧？可我们现在需要钱呢，需要现金，在最后这几天继续入手。你早先买入嘉荣10%的股份，你算算，这是多大一笔资金啊！啊，我们现在没有现金了。再说。 如果叶航轩真的把那最后15%的股份拿到手，那我们就是倾家荡产也抵不过人家一个零头。哎呀，在现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们不能输。我好不容易把孟安娜这个老婆子给拽下来，不能再让权力回到他们手里。可是叶绿明的15%，到底给了谁呢？ 后半，你先别激动。这一次选定董事长，在股东大会之前会把所有股东的持股信息和持股人的详细资料都记在文件里。到时候，这个神秘的持股人是谁，不就水落石出了吗？ 姐，这么着急找我有什么事啊？不过正好，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你先听我说，我想请你帮个忙。等到嘉荣股东大会那一天，请你站到叶航轩这边。你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啊？我知道这对你一定很难，因为你妈肯定会反对。但是小棉，我从来没有求过你。 这是第一次，如果你还拿我当你的姐姐，请你答应我。姐，听到你这么说，我真的很开心。那你到底是答应还是不答应啊？航轩是我和雨桐最好的朋友，也是你爱的人，这个忙我当然会帮啊。而且，我妈已经同意了。<笑>
看来我还是多此一举。你怎么这么说呢？航轩他最在乎的就是你的支持。在叶航轩心里，我永远都贴着坏女人的标签。他以为佳柔落在我爸和陆南山手里是我们联手策划好的，还说我是为了利益可以出卖感情的女骗子。你干什么？你现在跟我走，我们去找航轩，把一切都说清楚。你们明明彼此相爱，为什么还要这样互相折磨呢？航轩等了那么多年的钢琴女孩，就是你啊。我不想再隐瞒下去，我们走。小明，叶航轩根本就不信任我。如果两个人之间连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还谈什么爱？而且，我要叶航轩爱的是现在的沙叶琪，而不是那个在他脑海里美化了七年的梦。陈律师，开始吧。目前我们嘉荣公司的代董事长一职由陆南山陆董担任，陆董及其儿子陆明共持有嘉荣公司17%的股份，再加上蔡董的10%的合股，一共为27%，目前在各位股东中排名第一。但是今天我要向大家介绍一位新的股东，那就是易小棉小姐。易小姐持有公司15%的股份，但她提出与孟董和叶总监合股，他们三人共为35%，目前成为嘉荣公司新的第一大股东。请问易小棉小姐，你本人同意这个决定吗？我同意。我同意在孟安娜女士康复之前，完全支持叶航轩先生担任嘉荣的代董事长。航轩啊，这么说伯父这个代董事长要让贤了。好，陆伯伯，不好意思，我妈在医院这段时间您代为管理公司，辛苦了，以后我这个晚辈还有前辈你多多指教。这样的话，叶航轩先生将成为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太将接任代董事长一职。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啊！虽然叶总监和易小棉小姐持有了最多的股份，但是董事长这个事情，我看还是不要那么轻而易举的决定吧，啊，这三个持股人，一个嘛是躺在医院病床上的孟董，还有一个嘛是在陆明公司里边打工的叶总监，再有一个嘛就是什么都不懂的这个易小姐，这三个人我看谁都不能胜任代董事长这一职啊，啊。说的好像有道理，是啊，是有道理啊，是为啥？各位股东，我知道我的能力和经验都不足，对于代董事长这么重要的职位，我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学习。可是我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一个机会。我的童年我还清楚记得，跟其他孩子不一样，我的童年就是跟着我的父母在公司里度过的，看着他们熬夜加班，为了一个合同一个设计拼尽全力，几天几夜不休息。嘉荣是我父母一辈子的心血，作为儿子，我比任何人都想守护公司，也比任何人都不希望公司垮掉。
我希望你们可以支持啊，相信我，我绝对绝对不会让家荣垮掉，因为家荣就是我们家的一份子。我们真的是有经验了，我真是不容易走垮到现在，真是不容易。这个前几天呢，我跟航轩谈过，说实话啊，我对他的印象有很大的变化。今天他能这么说，我觉得我们这些做长辈的应该给他一个机会。毕竟这个公司是安娜和吕明的，我们呢只不过是一些帮衬。啊，他对自己父母的事业充满了感情，让我很感动。我支持他，我支持，我支持，我支持，我也支持，我也支持，应该支持，应该支持，我支持，支持，谢谢，谢谢各位。慢着，慢着，慢着，慢着。诸位股东，我们做生意那可是要追求最大的利益啊！我本人虽然是教女无方，但是我的内人和孟董关系不一般啊，我对他们家还是比较了解的啊。对叶航轩嘛，我个人来讲，对他的能力实在是不敢相信的啊。再说了，现在的年轻人自大骄狂，目无长辈，现在是有求于我们。他这么说，等他坐上那个位置，我们管不了他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啊？那是有大的，这个航轩是个好人。那么，蔡总，你的意思是？航轩啊，如果你找不到一个让我们这些人满意的人为你保驾护航，那我们就没法答应你的要求。年轻人，那就由我来替叶航轩做这个保驾护航的人吧。叶叔叔，哎，叶总，爸，您怎么来了？爸，小明，谢谢你今天特意来支持航轩。诸位，很不好意思，安娜最近身体不太好，所以我一直在医院照顾她，来得有些晚。大家都知道，航轩一直是安娜心目中公司的继承人，这么多年，各位前辈也一直都在帮助他、提携他。当然，航轩还有很多的不足和不成熟的地方，所以在他能够胜任代董事长这个职务之前，我决定回到公司，帮助他走上轨道。不知道我这样做能否让各位股东们满意啊？吕明啊，你回来了，我们就放心了。是，这下放心了。叶总回来了，我们当然放心了。踏实啊！哎，他要是叶总回来，咱们就放心了。哎，踏实了。既然这样，我宣布叶航轩先生成为家荣公司新的代董事长。好啊！谢谢，谢谢你们。好，航轩，祝贺你啊！今天我还有点事儿。就到这里吧，我先走了啊。啊，张总，谢谢啊，谢谢啊，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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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轩呐，知道你为了公司挨家挨户的去拜访各位股东，本来我想出面，但最后我忍住了。这段经历虽然时间不长，但是我想对你会很有帮助。我知道了，爸。以前我只顾着设计，把自己封闭起来，不知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社会是什么样，更不了解商业规则。可是现在我知道了，我必须要跳出自己的世界，从高处往下看，这才能看清全局。这几天来将会是我重新的开始。听你这么一说呀，我这个心先放下了一半。小敏，再次感谢你，也感谢你的妈妈。叶叔叔，不用那么客气。小敏，谢谢你。你更不用那么客气了。叶立明这个老狐狸，
到最后时刻替他儿子来站台。哼，你看看那些老家伙啊，个个都是墙头草，见风使舵。这就算没有叶绿明，只要易小棉站在叶航轩那边，那家荣就是他的。易小棉不就是叶绿明前妻的女儿吗？又不是他亲生的，他就居然会把股份全都给了他，自个儿的亲生儿子一点都没有，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林丹，要赶快查清楚这个易小棉跟叶绿明到底是什么关系，否则的话，这场仗我们真的没有翻身的机会了。侯爸，你知不知道孟安娜有个笔记本？什么笔记本？这个笔记本的事是我很偶然的一个机会才知道的。我在他的办公室里看到过他有一个笔记本，他把调查来的资料全都记录在里边了。我想这个里面关于易小棉的资料肯定少不了。孟安娜的办公室能拿到吗？怎么，又走了？能够回到家荣，重新负责大华的项目，能不走吗？谢谢你，陆明。在我失去方向的时候，是你给我机会。叶航轩，咱俩之间能不能别来那种虚头巴脑的话？啊？你我都很清楚啊，到底是谁给了你方向，谁给了你继续设计的机会？你说的是谁啊？我跟沙叶琪说过，我要跟你来场真正的比赛，而这场比赛的胜利品就是沙叶琪。以前不管什么比赛，你总是压我一头。我知道，因为你从来都没有伤心过，但这次不一样。你不想输了沙叶琪，对不对？我想你误会我跟他的关系了。再说，你跟他不是早就统一战线了吗？真有意思啊！他说你不爱他，你说他不爱你，你俩耍我呢？啊！我告诉你吧，沙叶琪之前来找过我，他让我在股东大会上放你。他只为你好，一心为你好。当你遇到困难，他就挺身而出；你安全了，他就默默地离开。叶航轩，你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你来干嘛？我看你没去上班，所以过来。这样不是更好吗？你明天不用再去陆明公司上班了，我们连见最后一次的机会也省了。我有话想跟你说。我不想听。我知道你去拜托陆明，上次在医院，我说话过分了，对不起。我已经用一个巴掌还回来了，不用跟我说对不起。况且陆明给我提的条件我都没有答应，我没能帮得上你什么。
我现在回去到家荣，重新负责大华这个项目。我希望你能陪我一起回去，和以前一样，好吗？谢谢，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了。我对我现在的工作很满意，你知道吗？在我找不到工作的时候，是陆明帮了我，我没有理由离开。能不能再考虑一下？叶航轩，你什么意思啊？你听到了陆明的话，觉得我可能对你是真心的，所以你就跑到我这里来向我施舍一点点的愧疚和怜悯吗？你想让我怎么样？一听到你让我回家荣，我就感动得痛哭流涕。感谢你给我一次机会，让我和你在一起。感谢你给我一个让我爱你的机会。叶恒轩，你太自信了。就因为你知道我爱你，所以你认为我可以为你付出一切，你认为你说什么我都会支持你，你认为我不会对你说不。不对，你听我说。你什么都别再跟我说了，我告诉你，我不需要。我沙叶琪不会再做爱情的奴隶。爱情，爱情是什么？爱情只会让人变得越来越愚蠢。我一直在说，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一直都爱你啊！我可以为了你付出一切，我可以为了你跟我爸决裂呀！叶航轩，可你呢？你跟我说什么？你觉得我沙叶琪是一个可以为了利益去出卖感情的骗子？叶航轩，够了，真的够了！我觉得我们早就该结束了。我真的真的我不喜欢这种纠缠。我真的觉得我们应该为各自的生活去考虑。况且你现在有了家荣，你可以去做自己的事情。你现在可以走了。我不走。你干嘛呀你？对不起，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我离不开你。我发现从很久以前，我就离不开你。我承认，我承认我嫉妒。每次我想到你和那个陆明在一起，控制不了我自己，琪琪，不要离开我，不要离开我，好不好？不要离开我。我要你现在对我说我爱你，我要你对着你面前的我，对着现在的我跟我说我爱你。我想听到你说我爱你三个字。现在可以结束了。不是这样的，你不要这样。琪琪，不就是个我爱你吗？琪琪，你听我说，我觉得你可以走了。琪琪，你知道吗？那时候我和小棉一样，
特别喜欢弹钢琴。妈，告诉你一件事，我找到钢琴女孩了，那个我认定我一辈子唯一会爱的女孩。我之前伤害了她很多次，我不知道她还会不会接受我。可是到了今天，我一定要大声地告诉她，我爱她。妈，你听到了吗？航轩，现在你都知道了，其实你一直在等的钢琴女孩就是我姐。我不明白，为什么她就是不告诉我？因为啊，她要你爱上的是现在的沙叶琪。以前的现在的不都是一样的吗？我姐她外表看起来很坚强，其实她的心里早就是满满的伤。她最渴望的其实就是最简单、最纯粹、毫无瑕疵的爱情。如果不能让他感受到100%的爱，他宁可放弃。那我到底应该怎么做？如果你想让他对你敞开心扉的话，除了爱他，爱他，还是爱他。就是说，假如有别的男人多看他一眼的话，你就嫉妒得发疯。要是你一天见不到他，你就觉得一切都了无生趣。只要这个世界上有他的存在，不管这个世界怎么样，对于你来说做什么都是有意义的。相反来说，他不存在了，这个世界不管有多美好，对你来说还是一片荒漠，而你也只是一个孤魂野鬼。你别借花献佛好不好？看你们两个。哎呀，其实我早就对他有感觉，只是我不敢去面对，也不敢承认自己爱上他而已。其实我姐姐的爱是特别纯粹的，她只希望她爱的人完完全全的需要她，所以当你最困难的时候，她绝对会第一个出现在你面前。但是当你最得意的时候，她又会躲得远远的。因为只有不断的付出、被需要，才能让他感受到安全感。他需要你完完全全爱上现在的他。那我要怎么让他相信我爱的就是现在的他呢？两个字：真心。真心，真心。你不觉得咱们有点春风吹战鼓擂的意思吗？现在不是拍古装片，也没有人跟你比赛。人生下来就是在比赛，赢得自己最喜欢的女人就是最重要的比赛之一。沙叶琪不是战利品。你爱她？对，我爱她，非常爱。沙叶琪，你回去吧，我会当什么都没有听到。为什么？当我决定彻底离开你之后，我觉得我整个人好轻松。我这个人或许根本就不适合爱情。
我不适合去期待爱，更不适合拥有爱。我现在自己一个人，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出发点完全在自己。我还是喜欢那个为我自己而活的日子。叶航轩，我觉得我们在一起太累了。我不会让你走。你能尊重一下我的选择吗？对不起，我太沉浸在过去，过去的美好让我舍不得忘记。我一直在等待那个女孩再次出现在我生命里，现在那个女孩就在我的面前，她就是你。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我一直在等的那个钢琴女孩就是你。原来我自始至终最爱的人都是你。原来你还是因为这件事情才说出那三个字。叶航轩，我告诉你，你爱的人根本不是我。我已经不是你曾经在医院里遇到的那个女孩了。不是的，你一直没有变。我已经变。我觉得姐跟航轩这一次一定会在一起的。说真的，我也没想到你姐跟航轩早就已经结缘了。我之前啊还嘲笑航轩，我说你一直要找的那个钢琴女孩是做梦吧，是幻觉吧。哎，没想到她真的坚持了，到最后真的有结果。我现在觉得我好幸福，好开心啊。这里还是一样那么漂亮。当我第一次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觉得这里特别梦幻，特别美好，有种幸福的味道。这里就是我梦想中举行婚礼的地方。那好吧，我们去领完结婚证以后再回来这里再办一次婚礼。谢谢你雨桐。生过一个女儿，但是孩子刚出生就死了，所以抱养了易小年。叶律明把股份全都给了这个易小年，把她当成亲女儿来弥补。如果我能找到易小年的亲生父母，从他们那儿入手，应该可以挖出一些易小年的股份来。易小棉是韦振华抱养给韩万芬的，他又是从哪儿弄来这个孩子呢？对了，韦振华是个医生，那么这孩子就应该是从医院里抱来的。
这样的话，通过医院应该能够查到谁是易小年的亲生父母。我怎么觉得在哪儿见过似的，就是想不起来了。哎呀，奇怪，我到底在哪儿见过他呢？难道是以前的老宅子？去见琪琪的时候。